Hello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造这个斯金威德摩托车。I'm greased up and ready to go. Just give me the word. This is new, right? 首先护具100%，24000，刹车7000块，然后引擎6700，喇叭暂时不改。车灯2000块，喷漆我等一下再改，然后变速箱8000块，涡轮24000，车轮类型前轮的话用，哦，好大哦，来个不一样的吧。破坏者，还蛮适合他的。后轮，好了，破坏者30000块钱。轮胎款式用客制化，5000块。强化25000，烧胎啊，这次我给他改个黄色好了，12500块。OK， 然后我的喷漆就改成黄色。橘色好像也不错。好了，黄色比较亮，橘色比较亮，然后一个5400。没了，没得改。我来试乘一下吧。这台车也不赖哦，压车。打到人了！打到人了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帅哦！感觉随时会踩到人，那个角度不好。Oh my god！ 把他撞倒了。哎呦，居然有人进来！跟在我后面干嘛嘞？好了，试车到此结束。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！下次再见，拜拜。